好好玩二，来唱注音符号歌。爸爸妈妈打他那拉嘎嘎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晶晶老师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的注音 video 咯。好，晶晶老师要请小朋友把你的功课吃本注音棒拿出来，还有我们的蜡笔拿出来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教什么注音符号呢？今天我们要教的第一个注音符号是 I。还记得吗？我们说了 I 太阳 I 太阳，对不对？好， I 有几画呢？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 I 有三画。好， I 太阳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晶晶老师要请你帮忙找。哇，这里有很多白云，天空上的白云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天空上有很多白云哦。好，白云里面有 I。好，晶晶老师要请小朋友帮忙找哪一朵白云里面有 I。请你把它画上你喜欢的颜色。好，晶晶老师看到了这个白云有 I， 所以晶晶老师把它画上白云蓝色 I。 好，小朋友你也一起看看哪一个白云有 I， 请你把它画上颜色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晶晶老师要请你看第二。好，第二个一样，请小朋友来听听看，晶晶老师念词语，你们找找看哪一个词语有 I。 哪一个词语有 I， 请你帮忙找一找哈。第一个，好，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白云有没有 I 呢？白有 I 哦，白云有 I。 好，第二个是爱心有没有 I 呢？爱心有 I。 好，第三个是天空上的太阳有没有 I 呢？太阳有 I 哦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有一种小鸟，它会说话，你好你好。好，鹦鹉有没有 I 呢？鹦鹉没有 I。 好，有 I 的请小朋友再听一次啊。白云、爱心、太阳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请小朋友跟我一起念咯。 I 我爱你， I 我爱你。好， I love you 我爱你。好，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。好，这是 I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哇，这个注音符号好像溜滑梯咻溜下来，这个叫做 A。 好，这个 A 有几画呢？我们看看，爬上去再溜下来。 A， 好， A
我们要来请小朋友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艘船，对不对？这个船要跑去找谁呢？哦，要去找这个熊吗？是不是熊？北极熊吗？好，来，我们要带他去找，但是要请你带着他跟着 A， 跟着 A 去找北极熊。好，所以来，我们的船要出发咯。要从这里哦 ，A 在哪里 ？Oh no， 它不是 A 耶，所以要从这里哦。哎，对了，这里是 A， 所以要从这里找 A 去找北极熊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翻过来看看。好，这里也是有词语，请小朋友听词语，帮我找找看哪一个词语是有 A。 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这个是猫咪。猫咪，猫咪有没有 A 呢？猫咪没有 A。 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呢？飞碟。飞碟，哇，飞在天空的飞碟。飞、哦、飞有没有 A 呢？有哦，飞有 A 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草莓。草莓有没有听到 A 呢？草莓有 A 哟，莓有 A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洗手用的肥皂。肥皂，肥有没有 A 呢？有 A 哟。所以有 A 的请你再注意听，飞碟，飞有 A， 草莓没有 A， 肥皂肥有 A。 好，请小朋友来跟我念 A。 A 背书包。 A A 背书包。好，小朋友，如果你以前来学校上课要背书包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注音符号。好，今天我们注音符号 video 已经讲完哦。我们告诉小朋友有 A， 对不对？还有 I， 请小朋友看完的 video 把功课拿出来，蜡笔拿出来，赶快把它做一做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我的功课说完了，要跟小朋友说谢谢小朋友。